很冷，有没有去庙里面排前母呢？开前母。现在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只要到全家便利商店买199的东西，就可以得到一个大甲镇南宫妈祖的开运钱1块钱。那我们呢，因为很冷，所以我们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吃，那刚好看到这个100元的刮刮卡，噔噔，对，那我们买了2张。这个有镇南宫妈祖加持的刮刮卡，看能够刮出什么东西。它上面写说限量发行108万张。我们现在就来打开刮刮看，打开刮刮看。100元的刮刮，就是跟那个福袋的道理。对啊，跟福袋的道理一样。其实这蛮有趣的，因为你一定可以刮到就是饼干啊，或是饮料之类的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最好了，不是圆的金币，对，我们来看 PK 一下，看谁刮到的东西比较好。哦，对吧？是刮哪个？刮出超值优惠券，对吧？这只鱼的。那应该是一个条码，然后有哎，气泡水买一送一，买一送一的，你是什么？午后时光奶茶买一送一。有一个商品立即兑换，享福运。这只老鼠刮出来是什么？马上可以换这个老鼠。哇，不错哎，我觉得这很好哎，我觉得这很好。我有多利多汁2包哎。我有。你是什么东西？可乐果。是可乐果，我喜欢吃可乐果。可乐果2包加红茶2瓶，免费。我是多利多汁那个玉米片，然后跟。一杯大杯热美式，很好。我觉得这样不错哎，因为100块，然后你刮出来什么就马上去兑换，比那个你在乐透彩券行买100块可能就什么都没有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安慰啦，这比较安慰，好玩好玩，真的好玩。这个钱箱是福运加码奖，我们来刮这个，刮看，蛮好玩的。刮一个，刮一个，刮起来，刮起来。真福运的这个钱箱，就是中5块钱，五块，还不错啊。那这样就是折5块嘛。啊，旅游奖啊。旅游嘛。抽福运。抽福运是不是 ？OK。最后还有一个奖，就是抽福运的这个奖。抽福运，我们来抽，看看有没有旅游大奖。好了，刮一个，刮一个，刮一个。它是要登录序号的。OK， 这个呢，刮出来的这个是要到网络上去登录序号，就才知道你到底中的是什么奖项。然后它是2月15号之前要登录，我觉得蛮好的哎，还不错啊，很明白。哦，所以就是花100块钱买饼干跟咖啡饮料 ，OK， 可以接受啦，而且还多了一个。可以抽旅游的奖项，只要登录序号就可以抽奖，蛮好的。挂在哪里？在他全家的官网吧，全家的，蛮不错的啊，还不错。而且200块，只要满199就有一个开运钱母。OK， 好啦，初三祝大家恭喜发财，财运滚滚，拜拜，拜拜。